你们有在看他 IG 吗？他现在吃很凶哎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吃很凶，他现在 IG 就是一直在播他吃东西，一直吃，一直吃，动作怪怪的。吃，你都这样吗？哇！今天呢，要来做一点不一样的啊，这个食材啊，是特别，特别到怎样啊？真心没有料理过。它很多部位，大家只会用不固定部位，但它很多部位啊，其他都有它的特性，所以我特地跑去问老板它每一个部位的特性，为了就是要做出不一样的。大家都很期待今天到底是什么样食材，对不对？来喽！哦，等一下，哦哦，还跳还跳，你们听到？你牙刚怎么在动？好。屁呀、啊、屁！我先让你知道箱子在哪边啊、哦、箱子在这边。这是火的、哦。是。硬硬的。硬。然后呢？又有点软软。所以会先软，然后再硬硬。好像有鳞片的东西。有鳞片的东西。大片的鳞片，这死了吧？这死了啦，我不敢，不可能给你用火的啦。好，我现在帮你解开哦、喔，你就大概知道是什么了。啊，来喽，一二三。嗯。鱼。鱼？鳄鱼哦、喔，它真的软软硬硬的、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我靠！哇哦！我靠 ！QQ 的、欸。QQ 的。这是不是有胶质？鳄鱼的尾巴，它有胶质，它一定有胶质啊。那你刚刚摸的这个是什么？知道吗？这个真的很特别。哎，这个是梦幻艺品哦。老板说啊，这个要预定才有。鳄鱼蛋蛋，鳄鱼蛋蛋，鳄鱼蛋蛋长这样。告诉你，这是鳄鱼的舌头，它是粘在下颚，它伸不出来，它没办法像我们这样子分开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鳄鱼没办法去咀嚼，它只能用吞噬，所以它舌头是没办法用，它会先把你弄死，再把你吞进去。哦，因为鳄鱼的咬合力，哇，你真的要看鳄鱼的咬合力啊，是最巨大的，它1900公斤，对不对？一咬，基本上你就睡，你还在挣扎的时候，它会来一个死亡翻滚，然后你就会睡掉，然后它睡掉之后，它就可以慢慢吞。就是我看起来很开心啊我很喜欢看那个、欸、像你在摸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应该是很硬，对不对、嗯、所以等一下呢这一块是不能吃的，但是其他这边都软的 都是可以吃，而且是富含胶质、嗯、所以对女生来说啊，养皮肤帮助你那个胶原蛋白，你已经够多了，胶原蛋白啊满满。今天因为有这个梦幻艺品舌头的部分，然后加上这个胶质，所以我准备来做一个比较炖煮类的东西。它其实它外面是会有一层膜的，你要把这一层膜去掉之后才有办法来做，要不然它是没办法实验的。那老板有帮我们先把它烫过，那老板说它烫的时间呢不要太久，因为只要一久之后，它的粘性胶质一产生之后，它其实会直接粘在肉体上面，你会很难肢解它。温度也控制在60度左右，也不能太高温。那你要处理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哦，顺着它的鳞片去割它就好了。前段的部分啊，比较接近身体这一段，相对的它外面这一层比较硬，基本上是炖不烂的，需要花一点时间。它后段那一半啊，才会有办法去把它炖得比较软，所以后面那一段啊，我才会拿来连皮一起来食用。那骨头的部分呢、啊，我要把它剔骨，顺着在骨头，没有用过的食材，其实真的比较费心呢。鳄鱼会很贵吗？蛮贵的，它是高级食材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只你猜多少钱？整只哦，要万吗？不用，那好像可以买来自己弄。发疯哦！如果过年这当年菜很帅哎、啊，今年又是龙，今年又是龙年哦。对呀、啊，你直接摆一只在上面，你直接放一个头出来，靠，超嗨的哎、欸！拜祖先，啊、超强！我在夜市看过，在东南亚还是在台湾？台湾，台湾的夜市，要去乡下那种夜市哦，乡下的大夜市，有有有，对，他就会挂好几颗头在那边、嗯，然后就然后就一条。他头就是摆来就是当招牌，当招牌，有点惊悚，
是这样，尾巴看起来就还蛮可爱的。你用可爱的，我想到形容它的用词。那我这个硬的我们就不要了哈。拿做皮包来，帮你做。你要做什么？这样子我最多帮你用零钱包，等一下做给你。一开始拿到这食材，我第一个想法就是，其实就是比较像中南美洲的料理，因为他们其实会有很多这种的东西，炖完之后再放上他们特殊的酱汁，然后把这个肉全部丢进去，大蒜进来，两颗啤酒，让它快速软化，高汤到八分了，然后呢，这个洋葱捞到它有一点点的焦就好了哈。我们用炖牛肉的方式来炖它就可以了。另外一个步骤，我们把这个番茄丢进来，加一点点的美式辣椒酱，然后一点点的番茄酱，加一点点的蜂蜜，然后把它打成汁就可以了。我还让它加热一次，把那个生味去掉，再来它的浓稠度也会比较浓。小火慢慢熬就好了哈。然后另外一边，我们来做那个酸奶。好，首先我们就是要柠檬嘛。好，那可以了。另外一个，我们来处理那个面皮，面粉。哦，在跟我说话是不是？是，不然呢？再放在里面洗个五分钟就好。好嘞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来做它的面团。你跳舞哦？你在练舞哦？我在想东西。你在想东西？他刚才那样。你在想什么？怎么跳舞？想舞啊。跳起舞来了呢。我们好像有点像炸它了。我们把它膨胀一点，啊，等下放一个蛋进去，膨胀出来。当大家会害怕的时候，你怎么样让他们可以吃，就把它剁碎，不要让他看到原本的样子啊，其实他们就敢。那我这个策略非常成功。你这样看，你觉得它是鳄鱼肉吗？这个你还觉得它是鳄鱼肉，那你就真的是有在看我们在做菜吗？必须说好吃，我这个酱真好。哎、欸，那个皮很好吃哎、欸，这皮真的可以去做那个。炸弹葱油饼哎，哇那个哎卖爆，这酱料真的很好吃哎，学起来这个酱料，这个吃起来啊，真的就是一个很细的蛋白质，然后配合这个饼就很像馅饼的感觉，因为它剁得很细啊，那剩下来全部都是酱料的味道，然后去搭配之后绝对吃不出来什么。哎，酸酸的是什么？酸奶啦。哦，我想说酸很好，酸酸的很酸酸的开胃，对不对？嗯。你等一下吃到它那个胶质，然后慢慢吃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吃不错。它胶质跟肉的口感是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它的肉真的很像很细的鱼肉，对不对？整块尾巴最精华的地方是那个皮，吃起来 QQ 的胶质。所以你看我们用炸的啊，外面多一点脆度，里面 QQ 软软，还的油量又高，好吃啊。真的好吃，真的啦！你不要再这个脸了，不要想它是鳄鱼。